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侪，家侪啊！家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，阿夏勒尊念，我地主妙音。 师中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中尊；皈依大摩利药中,中、啊、尊；皈依精卡自证中尊。阿夏勒尊念，我的诸妙音，师中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。 两者中尊，皈依檀摩；二教中尊，皈依正教；自重中尊。阿夏利尊念，我得住妙音，住从今日乃至灭尊，皈依佛道。两者中尊，皈依檀摩；二教中尊。 皈依正见，注重中尊。正看大金可注第九百八十七页啊，九百八十七页对第,第四行看起啊，不高不靠不安？ 请看经文，我爱入定，心无无表两足，我无诸事作福，以善攻恶，或生死,死之可，令我得生无为之安。 这段经文，你讲是即句，但你拢是真实，无丝毫的胡梦。咱看两人的注解。 尽无无表两字，为什么？只有佛陀对无无掉人生一切万物完全明白。 看清楚了，原本集体，现在两个实体，夜熬的,的英文罗马尼亚一体，菩萨虽然怎样。 无很多让你天对所以不菩萨的爱是真爱。你不的爱，即来对无情，无讲啊！这个爱无平等，你是后生。 伊念你爱你，毋是嘅后生，伊就未念你，嘛是未爱你啦。会怎样？经过这个污丢呢？万事万物，因是因毋是汝，伊咧讲什么呢？ 一切啊，拢是真心变现。有家的咧，供善心、发心、用心、布心，人人拢顾著。 只是袂当现前，六道欢呼发心完全没了，唔知家己有发心，唔知家己有不心，只知影讲现在这个心，现在这個心是硬化心、硬心。 令到凡夫，咱若无下气。有道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，都是教人回归本心。有道的教育，都圆满啊，回归本心，都是正道。

拢是发生，变现出来，所以呢，对发生来讲，平等发生呐是真心，发生呐是真爱，真爱内底是无情，反会爱内底有情，有是即个爱就变质了，这是咱知影的。 在陈阿公经文的内底，即、这个心，心地是偌重要的。心有无表念住？但有几个人，听有啊，真正听有。 咱对成就福同款爱伊一切众生，这个爱，超过量多，十法界内面爱啊内面诶慈悲超贵，为虾米用真心？

甲富啊都感款，两个住盖来对寡人讲：心无无庙两柱，为所愿；爸母限一世，爸母爱你就一世。 你考开未来咯，过去六道去轮回咯，这些都未记你咯。我，我良修，我对众生的爱无量劫，别无不平等。

为虾米也会有好恶之心呢？为政减，或者政减脱落，所以啊，或者爱是平等的，是无参杂妄想杂念，无分别执着，就是平等了。 父母的爱无平等，崔公为什么不能超越父母呢？我哪对有做做作业的心你怜悯意啊？为什么我长公？ 这个做作罪业的众生，甚至讲堕落到三途地狱，甲佛是共一个发心，是妄想四佛，不如是一切万物无不如是啊，共同一发心。 咱唔知影、啊，这著是咱学习的所在啊！中信的根性千差万别，有根来，会以对食来临门，后来。 但系我，你都进过咯。咱是安怎未种过呢？手气太重啦。无量劫，六道轮回来对伫咧流转呐、啊。两条。 严重诶时期，我甲咱讲，咱看明白，听下明白，著是间未过来，原因伫即地啊，该过来咧，迄著转换生生，阿罗汉转过来咯。 修行啊，无够深，随转起来都带著严重的习气。这个严重的习气对伊有造成障碍咧，有啊，所以伊啊爱修行，修什么？而且严重的习气。 看破放下，你即会提升啊！阿罗汉提升，都是别智慧；别修果提升，都是菩萨。菩萨那证到圆满，叫成佛啦、啊。 父母用爱心，咱随岁寒多寒的。二十几岁真情，父母自然，还是用咱的耐心。 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是有思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；真心呢，离念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真心的现前，因为真心心中无梦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咱修行不办事情法门无例外。 六军的六种境界接触的时阵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都是修行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通常是讲直观，这是一般。 在心内面，都用讲的这个讲法。啊，实在讲，都、就是断恶、修善、修善不条修善的相。 那个修仙，跟在心态，跟在心态就错了，哎了，为什么？诸心清净，心中一法不立，因为发心不是不净。 那毋是不值。啊，无咱平常伫咧讲诶起心动念，无起心动念，佫较是无分别执着。对，外面境界看较清楚，听较清楚，这是自性诶本能。 都是六祖所讲的本自具足。伊开我时阵第三句讲的，我给自性本自具足的啊！具足什么？第一个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。 啊！咱要对倒位几家夸呢？对《无量寿经》给了世界，给了世界所讲的一部十七种庄严，我讲的进步总共是。 二十九章的庄严，这下都是本主苦作，不是对外后来这样建性，以得的现钱。为什么条件还没现钱呢？现钱还有盐啊，所以何家讲银盐生化啦？ 因呢，一出生本有诶一性德，因都、就是现象，现虾米相？现实世界已经庄严诶相啊，出 未当讲伊有，无现；未当讲伊无，为什物？有无是执着啊？执着就是未啊！啊，所以梦想分别啊，执着啊，拢总放下。 这都是用真心，那你用真心要安怎去用呢？得用真心，真心也是充满智慧，真心内边无染污，无足作，一切随顺自然啊。 那、啊、所以，菩萨的爱是真爱，心无心无浮表。这个下面讲咯，意为会兵定大主，无无量劫拥护会兵。 挽回浮标所能及，古文心有浮标呀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主席。

世界已经是五座恶世啊！这个社会未安定咯，共同的社会。 人生无正常，连正常的标准呢？无成先贤甲咱讲的，无论何想注意不得，这才是正常呢。 欸，是祖先来对本来有欸，咱有无？当年有啊，有是按怎来堵了即款拦，所以有未起作用。那起作用欸是什么？起作用欸是梦心嘛，杀毒、引梦、无器。 天哦，无能力辨别叫做痴啊。无痴怀疑对圣贤的教诲质疑，唔相信啊。当然呐、啊，伊个较未去学习。 世间讲的教育，究竟原本的教育有必思想的教育，有各有佛陀，佛陀的教育,有的教育点点滴滴。 你只要抓得一点一滴，拢嘛会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真的。多一点多一滴呢？这都是经教定定咧讲的，八万事情法门。 你唔好一点一滴，只要将握条一，一就咪夹杂吧，为夹杂，功夫就电力啦。所以为什么讲一门深零呢？ 咱对这个厝的外口，要入去内面，来只个当对一个门入去，对两个门，你是袂当入去啊？门够较多嘛，只有一门会当入去咧。两门、三门是袂当入去啊。即个道理真浅啊。 咱你让理解，哎，就是讲一门则是真嘞，门主了，咱的心就乱了。一门是不是真呢？那么一向都怀疑咯。 就就立在产生障碍、独立的之地啊，作恶呢？我作恶事啊。我初学佛的时阵，但是这个经文会感觉到。 即看摩尼佛，金顶明讲个即个话，咱就是想结婚咯。即该不未歹嘛，唔过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二活六十六年咯。六十年前的迄个时阵，才会比现在较好啊。你中国讲阶级。 即家只是六十年，顶面六十年比这六十年较好，社会风气好啊，人甲人当中相处甲真好。现在甲六十年前来比咧，比袂着咯。现在相信胡公的啊，我做恶事啊，那像胡公的即个经是对现在人讲呢。 是啊，对咱今啊日个人嚟讲诶。啊，那你们讲婚内债，我六十年前、六十年前拢唔知，新加坡有本事、啊、知影。 三千年前以后的这个社会，两千五百年前以后的社会，那就已看阿着咯。哦，咱袂当讲无备好啊！以前讲哦。 何况呢，那嘛是先化啊！显化来对，终于来共，简单,单明了，识先识恶啊！咱有会的同学。 两天看了佛像，特别是午诶佛像。午诶佛像，或者他壳顶有一个大圆光，从香的圆光顶面诶上顶悬下沙字。这沙字都凡是文门下，嘛有写门下，中文门下嘛有无罪。 这三字是欲按怎念呢？哦，阿轰！这三字代表什物？都是是便宜。先呢好易，先不杀生，不偷盗。 不下淫，靠！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；不嫉妒，嫉妒是花言巧语，讲的不是真的，是骗人的。 啊，不恶口呢？啊，恶口讲话真歹听，所以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嫉妒，靠事先，靠业，做靠业。 了，到众生，大家拢在做，没办法避免呢。讲了四条，伊在讲三条，伊是起心动念，不贪不嗔不痴，首先通了，一切该都啦。 在都、哎就是帮助人断恶修仙。那最简单的都是修仙,仙,仙。修恶，修善反面是修恶，修恶反面是修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杀淫，心善。 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嫉妒，不恶口，言先，口先，不谈不亲不痴，意先，念心先，这些啊够圆满啊就成佛了。所以，佛顶面这三字意思也真深。 什么是佛法？王阿凤都是佛法啦。所以佛公显法，目的是要行福啊，化解众生的恶念、恶求、恶行。 失望啊十是！是善，是圣德，诸圣本来都有诶。失望呢，是烦恼，是未喜。对无明来对。 无名就是无耻啊！即里面变现出来啊！咱对初学的人，老师教初学的人对对的，对都会教起，呃，对当是恶恶起啊！这个听有啊！ 菩萨见法呢，行乎众生啊之恶，一消无痛无痛无修好精功呢，伊也灭无修哦呢。 知知我哦我爹呢是知啊我先，令行我先去我哦你个因果拢讲出来了，我恶是虾米？杂然后图、加淫。 忘物饮酒，不杀不盗不饮不忘物不饮酒，叫五戒，五戒啊。入佛门必须爱遵守，这五项代志，头前四项叫做性罪。 伊本身就是罪恶，那酒本身毋是罪恶，所以叫做俩罪，不性质无共，就是安怎诶劣的即内底？酒罪的乱性啊，都是即个道理啊，所以乎。 禁制，学生啉酒啊，唔通靠酒买气咯。咱看到真正做犯罪案例，都嘛是酒后做出了恶业。伊那无啉酒的时阵，头脑清醒。 有阵时啊，伊会过加烦恼、恶作，唔过酒醉就喝袂了咯。那有一款真细项嘅代志，你不觉多酒醉了，后变做大事咯，演变做太人放弃啦。

做有因做药引，以便下用呢？这毋是换改这叫开界。在特殊的情形下面呢，用智慧来决断，我便哪做？所以每一条界拢嘛是歪。 拢毋是死嘅啊！无同嘅情形嘅下面有无同嘅解释？此还，虾米是释界，虾米是还界？来创清楚，创明白。啊！十条嘅界，拢嘛有开严，开界毋是叫还界。 对家己有利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这个礼诚做啊，经典来这都有讲啊，做事大德礼 住所内面引用诶嘛真多，即、这个对咱初学要有正确诶认识，才未去犯过执。比如讲，经典顶面有甲咱讲，吴经相有这款理，一、这个怕辣诶人。 捏一只动物，小动物，小动物走起咯。对个，这个三岔路口，唔知系走起倒位咯。刚好即地有一个人，就问伊讲：，我拄才捏面这个小动物，你有看到无？看到咯。也走对都一边去呢。这个人都随便甲指一下。 伊走去迄边啦、啊，是相反诶方向。这毋是三帮去骗人咧，是啊，这叫开眼啊。这是你来引开你若讲是话，伊就会甲即个小动物抓到，小动物就害歹死啊！伊做失业咯，小动物就无命咯，结了冤仇咯，因为你无。 蒙古你讲真话，这是另外一个偏啦，偏哩都救这个小动物的命，嘛救这个怕辣的人，不杀生啊，竟然不杀生，这来智慧，袂当讲这心外世界啦，不蒙古你不蒙古你了害这个众生的命。 啊，所以呢，这每修改拢嘛是歪，世界嘛无容易啊。但是呢，一般动手我改实现，我一定都爱遵守。啊，我改个实现。 就是接生来对无酒，我该来对有救。接生果加着，我该就圆满了。这些都是该入的中纲领啊，咱来遵守的，而好对来起解联盟啊。 开智慧三合，为什么要起盖？目的是要决定，为什么要决定定开智慧？我好多是要求开智慧，我求其他。智慧那开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就是款代志啊。 啊，概率非常重要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闻佛法、进入佛门，是彭宗义先生教我的。伊毋是技士，伊毋是出家人。 伊是一个天学家，我甲伊熟识时阵，伊是台湾大学天学系系主任，我系有天学，伊第一天学概伦最后一个单元郭富今天学。 所以，伊都无甲我讲戒定慧，无甲我讲六波罗蜜。啊，戒定三克，六度是波罗蜜，将家在书甲我讲 伊是一个佛门的大德啊，是过去元明清三代众坛的大德，四大喇嘛，大家拢知影，但来办香。 西藏的，要蒙古的，我蒙古铁布尔丹巴内蒙古将家四大活本啊，啊，伊教我入门，教入真重要啊。 我以前小学时阵重视这学术，伫宗教、尔概育，然后就疏分咯。伊说发有善卡，我得伊三年，伊老大人皆往往生咯。 啊！我有一寡人，工资话不传头，伫黑化场打两个波棚，我伫波棚来得就三日三暝，工资啊，因是一礼拜。我认真的反省，我对老师三年。 老师是教我什么？我学着什么呢？这印象最深的，就即、是、句话：“戒律真重要啊！”即句话，像阿大师大概跟我讲了几十遍啦、啊。 啊，伊讲话是非常有显卡。什么时阵讲？哇，每礼拜去见伊一摆。我离开诶时阵，伊啊，老伴会送我来到门口。送到门口诶时阵，都甲我讲即句话：，盖路真重要，轻描淡写。 我嘛不甲当做一回事啊！解解歡这这反省，即句话印象是上解深。嗯，所以呢，我着对概路来定位用一么功夫？是大书解心了后，概路是虾米呢？概路是教经典落实啦。 应该拿有，我无去做，这个是袂用哩，无路用，一定要做教啊、这个。对对，做起呢，拄只讲嘅，我该实现，对家己爱非常严格，这产生后果啊。所以以后。 我伫美国有一段时间，迄、那个时阵是四季在流浪，每年总是美国、加拿大爱西两年，十几个城市都有同学同修，但见一个面学习警告。 成立正宗学会，当年我诶时阵有三外诶学会，现在可能只剩十个尔。我提出概率无可。咱修精土的人。 必须爱学的。第一课，增加三号。即、这个物件毋通想做，想做太杂记袂掉，用袂着。啊，后来会记哩，时时刻刻，齐心同力，对照一来有违背无。 第一首好第一好，头一句都是孝养浮母。第二句红书师长，伊啊，甲咱中国传统文化啦，啊，完全拢共款啦。第一句是孝亲。 第二句是尊师啊，尊师即重道，重道即会尊师。啊，未当孝顺父母，未当去尊师重道啊。老师阁较高明，无放啊教己啊。为虾米咧？啊，你未当吸收啊。 老师跟你讲的，这边是看你去，那边是看就出机了。这老师都不会教你了。真正好的老师在教什么？好助啊，会向啊，尊重老师的啊，尊师重道，老师会教你。 我拄着这三个老师，拢是这个条件清军，你那個、时候生我辛苦，对老师一 c 钱 n t 用个都拢无，老师也、啊、真正教我了，我感恩呐、啊，老师无知的咯，那你上课？ 咱到阵咧学习，老师诶，相片拢伫顶面，无离开老师，都请求老师咧看人咧，讲款，甲当你也是一种讲款。这嘛是甲现代这个少年人讲啊。 爱知影尊师重道，爱知影通孝顺父母，孝敬是传统文化诶大根大本啊。啊，无孝敬即两字，传统文化都灭亡都无咯。咪当讲毋知影。 那经灭后，讲这五德，明曰五德，行不为之安，常乐无惊，这是啊，不为之安，不为。 你对各路都看挂，为利无为。等我我做了，做完未，藏咧心内，了不起事，首先，以前我马做了，妈了不起事，未藏咧心内，心永远都是保持清净平定。清净平定啊，都讲。 都袂迷咯，心只要有物件，唔管是善是恶，拢、哦、会甲你扰乱掉，拢会乎你得袂到清净，得袂到平等，那、啊、你也智慧到透未出来啊，这点比什么都较重要。 那、啊、所以，我咧教同学的时阵，对于怎个上好老师，后面咧又好经，咱大家共同到斗阵来学习啊，教好万舒心啊。学校嘛是安尼些，学校老师、同学作为职工人员拢会当和睦相处，即个学校我定。 平庸，那怀疑呢？无意见，无讲意见，大家拢执着无要放，彼此互相批评，慢慢的变成斗争啊！这些斗争就完咯，这些学校都未孤单呢。 啊，袂当讲毋知呀，六好重要啊？六何以后深入三学，界定为三学。好萨的六波罗蜜，三学是对家己，六多是对大众，破除世界，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佛智。最后呢，发现菩萨。 是在玩枉，那来这个老师啊，就是让心无为而安，也袂当老师这个课呢啊，你学就是佛学的知识，佛学的精华，你无得到。 无犯的受用，你互得落的受用啊？你无得着，真实的利益，著、就是去咯。那未真实利益啊，改于顶慧是互你真实利益？这个考是重要啊！这我考试总是适看莫尼夫讲的。 但是讲，伫精华内面，这个提出这个精华，精华的精华，这个可容易，袂叫袂记哩。以这时，这次认真学习，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个人一生幸福啊，快乐。 那都、啊就是大客内对所讲的修心啊，用佛法帮助如，用如帮助佛，如跟佛所讲的，共款的理论，共款的方法，有法的效果无比殊胜。 这是咱讲为什么而学，道理都在即地啊。今仔日时间够了，咱著学习到即地。